夜市神枪手百发百中，射击游戏摊主今晚亏了。奥运会已结束，但夜市奥运会刚刚开始。社交媒体日前流传一段视频，显示一名男子带着家人前往夜市，并在射击游戏摊位展示神枪手绝技。网民叹为观止，摊主却唉声叹气：“真是高手。”许多网民对于该男子百发百中的枪法感到惊讶，质疑他是不是军人或警员，有些则打趣要求摊主张贴男子的人头照，禁止他再度前来光顾。哇叫摊主情何以堪，真是搵食艰难啊。